太久了。我们这边是那个马上嘎档，我们这边陈列就是以最就地取材，就是用黑丝绑陈列做我们的外面的一个景观。然后这是我们的这是我们过去都是用石板屋来石板屋的这个东西就是废物利用，就陈列用我们的这个门牌号。就是这边写马上，就是嘎档，这是我们马上嘎档的家里哈。然后再来外面，这边呢，它就一个呈现这个草皮哈。然后就种植五叶松，用一棵枯木，里面一个洞，来陈列我们这边的一个来种植这个五叶松这个是一个最天然的一个盆景哈，最天然的一个盆景。所以我们这边的景观都是以这些的东西就地取材就地取材来呈现给外面的朋友来这个看这些的东西。